昨天5家跌停的，今天17家跌停，对不对？那我们来看一下盘面，盘面我们大家来看一下。那昨天的时候啊，昨天的时候我在哪儿呢？我在北大截盘的时候就跟大家讲，那这一天什么呢？这一天它是高量，昨天给大家高量是长台是跌呀，对不对？高量长台是跌啊。首先我们来看什么呢？那因为昨天过了哪个地方，我们抓重点找关键啊。因为昨天已经过了这个大阴失底平均线，多少？3200。所以说今天第一个我们要看3200能不能保住，3200保不住你就危住。对，这第一个。第二是我看21鬼门关是多少呢？是3196。所以说今天在下踩的时候，我跟大家讲啊，跳空阴必须要看，必能破哪个点？不能破这21鬼门关。那21阳关道回踩不破，抱着股票笑，对不对？因为21位是平衡位，是多空双方的临界点边界，不能跌破，是不是？那明天呢，我们继续考验21鬼门关，上线呢，我们继续来考验这21鬼门关，下线继续来找呢，找谁呢？找21阳关道，上线继续来找什么？21鬼门关啊。那今天又说过什么？说个假阳，假阳真你务必当心。怎么当心？第一个，你不能破21阳关道，破了21阳关道，那你下来找哪个地方？再找这个大阴失顶平均线和这个假阴真阳失顶平均线是多少呢？是3188，叫找这儿，叫找成这个地方，好不好？所以说我们大家呢，明天我们来什么呢？明天我们大家啊、要看21阳关道破不破，破了大家要小心。如果21阳关道不破的情况下，那今天是个缩量，对不对？那我们继续来看什么？继续来看21鬼门关能不能过，好吧？这是什么呢？这是对这个盘面我的观点啊。那现在我已经大方向跟大家讲了，此阶段已经信什么？刹车换挡，对不对？现在什么？现在是加油的一个地方啊。但是加油，那我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讲，在这儿我都跟大家讲，对不对？讲什么呢？我说因为啊，它下跌的时候它是放量一下跌，所以说它每走一步它必须要什么？必须先用单枪来测试前方筹码，是这一天也是用单枪来测试前方筹码之后，它必须要回踩。必须要回踩，那这天是不是今天又是一个测试21鬼门关？它必须还要回来回踩，回踩不破这个阴失顶平均线，不破这个假阴真阳失顶平均线，是它再往上，它是什么？先底是在这个攻了底，先底攻上之后再回来回踩啊，然后在21，大家看是这天又攻到21，啊，先底21之后，那又攻阴失顶，洗了一天盘又攻阴失顶之后又来回踩。对不对？回踩这个21鬼门关之后踩稳了之后，是它又上啊，上又踩又攻哪个地方？又攻这个大阴，是攻这个大阴，大阴失顶平均线攻上之后又攻到21，是不是又下来？是这个节奏啊？那此阶段的涨停趋势是什么？那此阶段的涨停趋势啊，就找高量，就现在高量没破，而且跳空还没补，是吧？找什么呢？强势的个股已经走出过风暴顶来了，强势的个股，我们板块不断轮动。啊，还有一些低位没起涨的一些个股，我们找什么呢？我们找奥里淘金，啊，找奥里，从奥底开始淘，奥里淘金，奥底和奥股淘金，啊，那强势个股已经不是过风了，对不对？已经过风了。再一个，我们要从涨停板当中来找，因为什么呢？因为涨停板是庄家所买，对吧？那我们要什么？每一个龙，每一个妖，都是从涨停开始的。那我们短线操盘的时候，大家必须要从什么？涨停板当中来选股，好不好？啊。大盘没什么好说的，每跌下来啊，每一次的回踩都是我们低吸的一个机会，啊，并且在这高量还没破，跳空还没补，是不是啊？没什么好说的，盘面每次跌下来，大家看自己手中个股有没有它平衡，有没有形成自平衡？如果有它平衡，形成自己自平衡，那我们大家呢就什么呢？看什么空间？有空间，我们大家就应该大胆的买阴卖阳，买阴卖阳。拉起来就抛，拉起来就抛，就像什么？就像昨天我与大家做交流的，对不对？昨天什么红红火火的？央企改革，是不是央企改革？我跟大家讲，央企改革啊，和什么呢？央企改革让大家要高抛了。为什么要高抛？是高量，长台是跌，是跌下来了，对不对？并且明确跟大家讲，一定会分化。大家看是一定会分化，但是不缺乏什么呢？不缺乏板块当中连板的个股。我是这样跟大家讲的。是不缺乏板块当中连板的个股，啊，但是重量它什么？你看今天啊，放出百日高量又什么不断的啊，开板，
所以说明天呢常态是跌，对不对？那一个冲高不过这个银饰顶平线是我们也要搞跑吧，对不对？好吧，常态是跌，是不是？大家看这个一字板有没有机会？没有机会，但是不缺乏跟风的，还没起涨的，对吧？但是反复要有回调了啊，反复要回调。昨天我是这样跟大家讲的，那我们看什么呢？我们啊，让大家看什么？看服饰，看后疫情，是后疫情板块，让大家啊，就是新零售。今天在盘中跟大家讲的就是新零售板块。为什么让大家看新零售板块呢？那新零售板块大家看，高量在哪？高量在这儿，对不对？往回踩的时候，它是什么？有底的，是有踏平的，回踩黄金线，并且在这儿是不是又过了这个凹峰？怎样过的啊？它是什么呢？那这个地方的时候，它是价涨，那价涨这什么？让随价涨，让随价涨，让随不断有资金进场，不断往拉升。那一旦呢，踢到是新神踢到，踢到是主力资金不断流入的啊一个市场表现，对吧？一旦它遇到上方有压力的时候，它必然要往主力小的方向来发展。所以说，新零售板块如果明天不过这个小凹峰，是不是我们大家应该有个高抛了啊？但是上方还有吗？还有空间，这上方还有空间。啊，所以说我们大家还可以什么呢？大家还可以来看看新零售，像什么呢？600693，那现在过了什么地方？初级凹峰，是初级凹峰，但是没过左峰。今天怎样触及的？它是背量，那背量是主力实力与雄心的痕迹，对不对？那既然是实力雄心，明天是不是你要跳空过这小凹峰？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看4.9，4.9现在4.68不过10个点，但是在这要打个单枪啊，要在盘中洗盘呀。那我们就要结合两波，他在盘中洗盘还是打个单枪下来，对不对？就这么简单。那明天我们来观，那重点我们来观察谁呢？重点我们来观察601166。那601166现在什么呢？它是碎阳烂神，对吧？你看，跳空啊，并且今天是加涨量缩，过的什么？过的凹峰。那明天我们就来看嘛，我们看明天来看它怎样过这个阴市顶，怎样过这个阴市顶，对吧？那过了这个阴市顶，是它还有上涨的空间呢，对吧？再看这个阴市顶，过这个阴市顶找这个阴市顶，对不对？而且在阶段底部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它是处处百日跌量群，处处百日跌量群之后的，那大家看是低量加背量等于中大阳，低量加背阳啊，遇拐转方向，怎么转方向？是要满身，是要满身。昨天是高量，今天常态是跌吧？那该跌不跌是变身向上，那让大家找高量，是不是？大家是应该找单枪啊，什么样单枪？过峰的单枪。对不对？是过峰带下，过这个凹峰，触及哪个地方？触及左峰，对吧？那今天应该常态是跌吧？是应该常态是跌，但是该跌不跌是变态向上，那是我们大家第一时间，我们大家要跟上强装，第一时间擒之。这就是动态辩证来看。再一个什么呢？再一个徐家汇，徐家汇今天特别漂亮。为什么在它打下来的时候，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世界就不断的跟大家交流，不断跟大家交流今天呢？那大家来看今天。新零售板块走到毫无火火的，大家看是加长两次，一直有资金进场，还是提的啊？在这个地方有资金进场，那有资金进场，其中我们要往两个方向来考虑。第一个，那我就看老龙头有没有啊这带动的作用啊，有没有龙头带动作用，对不对？这第二个什么呢？第二个我要找啊，今天有没有跟涨的、跟风的？今天是两个思路，是这两个思路啊。然后我们就让大家找高量，那高量不破是。后市必过，怎么过？它一个跳空必然要过得过，对不对？因为它手跌吗？长阴短阴是打击别人价格保护自己出马一种行为，对不对？那今天直接跳空干什么？在21鬼门关之上，那21鬼门关不过别难干，那过了鬼门关是可以试着干，是三江可找三江。这个就是说前期龙头啊，那前期龙头它是怎么下来的？那它是高开低走被动撤退啊，高开低走，被动撤退，往往会有自救。怎么自救？那它回踩哪个地方？它回踩的这个波段的上三一是力强，并且今天呢，它承接很好。稍微一下，它是最低价开盘，直接有一波、两波、三波，砰砰拉起来，强不强？强，并且在盘中的时候，大家看一看啊，并且在盘中的时候，大家看，你看它是不是来一个左支右撑？是来一个左支右撑，所以说我又在这儿又跟大家做交流。跟大家做怎样做交流呢？跟大家是这样说的，我说那我们呢，如果你是稳健操盘手啊，你就等过高量，但是是我，那我就在嘛
赵匡胤未破敌，那高越人线不撤离，第一个我不敢干，第二个敌底太高，那我就要在这干，并且在这个地方又是个左支右绌，我更要干。这是什么？这是短线操盘手。那明天我们就来看啊，明天干什么呢？明天我们就看他如何来补上方零号的啊。那你在这个地方必肯定盘中嘛，正好有一个什么，有一个试盘的动作，像今天一样有个试盘的动作，对不对？那我们就看你明天试盘的动作，你是有没有资金进来啊？如果有资金进来的话，你有个试盘动作，那我们就不用可怕。如果是你在这地方，如果我们看不到哈，力和量配合起来，你看不到你有资金进场，那在这个地方，那我可以先高抛一把，对不对？高抛一把看你回踩啊，如果你回踩不破这个阴市底边缘线了，那我再接回它，是不是？好吧，那它手跌，大家看手跌，缩三一，缩三一，假跌，是假跌啊，并且阶段底部的时候，它有什么不断的放量有资金进场，就又来一个挖坑，像这样的状态是我喜欢的状态，对不对？所以今天大家也看到了，那我们一直跟大家做交流就是谁呢？徐家啊，徐家汇。对不对？那大家就看人人乐，人人乐，大家也看一下00-23-36，它也什么？你看这是刹车，对不对？这是换挡，那要打起来的时候，这是个加油。现在是不是已经过了阴市顶平均线，并且这一天它已经试探过了这个大阴的市顶平均线啊？回踩的时候它什么呢？缩三一，假跌，对不对？回踩是因为它配合，找到了黄金线支撑之后，那今天呢也是，是不是？那跳空阴。是跳空未破底，是高于人线不撤离，不光不撤离，而且是底底抬高，是属特强啊！那你不学习，谁学习呢？对不对？让大家找高量，这是高量啊！那让大家找嘛，找它平衡和自平衡，是不是今天形成自平衡了？对不对？那它回踩的时候是不是长阴短出？让大家找下跌的时候长阴短出啊！那下跌是不是长阴短出下跌？下跌。借炸跌，然后有底，然后就会增长，是不是？并且前期它有这个个性，你看喜欢吗？大 N 字大回马，是这个装，有这个性格。而且今天呢它又是缩量过高量，对吧？那前期它又是没有单向不断解放的前期的筹码，对吧？既然是老师说侦察兵到过的地方，必然是红军要来解放的地方，那明天我看哪个地方？那明天我就看这个地方，单枪的地方，也是大阴十顶平均线这个地方，看看过不过啊？那过了，它同这边，那我就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对不对？那你不过，明天是我在这个呢，我先抛一把，先等一等，看看什么呢？看看你回踩是回踩这个阴十顶平均线，还是回踩这个假阴真阳十顶平均线？踩稳了之后，那我们嘛在低吸呀，是不是？好吧，所以大家也要给自己定心，而不是等涨起来之后啊，你说的时候这不是已经涨起来了吗？它不是我们说，而是我们要哎，为什么让大家来学量学知识呢？对不对？既然让大家学量学知识，让大家什么？你们第一时间要发现了，学会了，那就变成你自己的财富了。那我就学会了，我就改，那在这个地方，我就改低吸，而不是看到谁谁说了之后，那我在什么啊？我在跟。再说一遍，我们不推荐任何个股哈。为什么让大家来学量学基础，让大家来学量学知识呢？大家应该把知识变成自己的，不是说听谁，就像王子老师说的哈，说靠山山倒，靠水水流，只有靠我们自己，那我们才牛，好不好？学会知识变成自己的财富，别急啊，一到三期之内呢，那我就来学习啊，好不好？哪怕是我看到啊永顺泰，是不是啊？永顺泰是不是跟大家们交流到今天几个百？是七个百。大家看1、2、3、4、5啊，六个板，对不对？六个板，那在开板的时候跟大家讲，我们要收获了。你别卡啊，你师姐，看你说我现在那么六个板了，我一个板也没抓住，我急，不要急。等你三期之后学明白了，别说六个板啊，你十个板都能抓住。这是变成我自己的了，我看懂了，对不对？那今天我跟大家讲，那是吧，我们该收获了。那你还认为还有七个板呢？不，师姐你说嘛，下面七个板，上面七个板，不是还有一个板吗？那我们是要动态辩证的啊！今天一看风不思涨停啊，庄家什么？庄家开始走了，那你不走谁走啊？是我们要动态辩证来看，而我们只是个预定嘛，你下面七个板，那上面是也有七个板，常态对吧？但是变态啊，在盘中的时候我们随时来观察看这个庄嘛，这庄出逃，你出逃那我先走啊。而不是说师姐说七个板，我就等着七个板，是不是？好不好啊？是我们大家要变成自己的知识啊，一定要变成自己的知识。
好吧？就像什么呢？就像我昨天在哪？我昨天啊，不是，哎对，昨天我在什么？我在北大啊，接盘啊，北大班儿接盘。那早盘的时候我就跟大家交流什么002612，为什么？因为跟大家讲的后疫情，世界一直看好的就是大家说疫情看好什么？看好的中药，看好的药都抢药。而世界跟大家讲什么呢？我看好是后疫情消费大消费，是说了这几天大消费，对吧？啊，所以说昨天在嘛北大的时候，那我就看好谁呢？002612，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跟大家讲，让大家找嘛找高亮啊，对不对？在此阶段是这是刹车，这是换挡，那这是加油门的一个地方，对不对？那这是假阴真阳，那这一天什么缩背？缩背是假跌。既然你是假跌，那今天一个跳空是你要过着高粱市顶平线，那过高粱市顶平线是我昨天第一时间早盘的第一时间跟大家做交流的，对不对？昨天达到5个多点啊，那我看到哪个地方？那我就看到这个地方，我就看到你左峰这个地方，我就看到你凹峰这个地方，我就看到你大阴市顶平线这个地方，对不对？我就做什么两天的收益，那我这两天我收益多少呢？我这两天啊，大家看这天早盘跟大家讲的，对不对？那到今天呢，大家看是多少？12个点，我没有12点，我11个点行不行？啊，我10个点行不行？那两个点不要，要10个点，那两天10个点够不够？对不对？所以说大家要给自己定性，我赚的哪部分钱，我看不看明白？那我看明白，我就赚这两天的钱，我这个周就10个点行了，我不干活了，啊，我就这两天就赚10个点。赚10个点之后干完了，我就安心下来学习。因为股场与战场不能天天啊，天天在那拼呐、啊、杀呀、拼呀、杀呀的，对不对？一个周10个点够不够？啊，那一个月你还4个周，40%呢，对不对？所以大家要给自己定性，不要整天想着光想着涨停板。人家世界，你看永顺泰，我6个板，有几个永顺泰呀？啊，好不好？啊，大家要给自己定性，我到底看懂哪一块，我到底看了啊，赚哪部分钱，是不是？这个朗姿大家还可以关注，朗姿，那大家可以看，现在还是下涨量缩嘛，对不对？那会在哪个地方不破呢？那会在高粱市顶不破的情况下，那我还可以再接回来嘛，是不是？那不过高粱市顶，平常我再跑一把，那过了再看20滚轮关嘛，是不是？要给自己定一下性，好吧？啊，这是什么呢？这是新零售。啊，新零售板块，那新零售板块大家可以看看啊，它也是现在还是价涨量缩的，对不对？但是它要过什么呢？它要过这个凹峰，还有一段距离。那新零售大家还可以继续来关注啊，低吸高抛 T0 对，好吧？那这些刚才跟大家交流的，那这些涨停个股，那我们看上板空间，那不过这就是压力，对不对啊？中板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在哪呢？在这天它是第一天有资金搭起来的，说明这天有资金进场的，对吧？而今天呢，它有什么呢？有解放，又来到什么？来到了大阴市底平线这个地方。那明天我们看21，过了21，我们看它如何来补这个地方呢，对不对？真正压力在哪？真正压力在这儿，是不是？那今天呢，它是什么？你看开板，这盘没有搭上去的，是盘没有搭上去的。常态该跌，常态是跌，好不好？啊，常态是跌。那我们就看它啊，是不是明天该跌啊？该跌是回踩这个假阴。假阳真阴，实体平线大回踩，那么踩稳了，踩稳的情况下，我们大家再什么呢？我们大家啊再看，那么踩不稳的情况下，大家嘛我连看都不看，是不是？还有什么呢？还有三江，我最看好的是什么呢？我最看好的是三江60.1116三江，啊，我最看好的是三江啊，三江它一直呢虽然卖是偷偷摸摸啊，现在已经过了嘛，还是不照样过这个凹峰，那明天我们就看它怎么过阴市顶，怎么过这里阴市顶。其实世界最看好的是三江啊，还有什么？还有我们的徐家汇就是个强壮，徐家汇就是个强壮，那在这儿是表现的强啊，我们看他能不能打出了两波来，能打出两波来，看看关键看这零号能不能补啊。世界最喜欢徐家汇这个壮，好吧？还有什么更不用说，人人乐了，好吧？这几个都可以啊。再一个什么呢？再一个小香春啊，振兴，它是过多峰啊，大家来看。过这个多峰，并且这个地方筹码没进去，这儿还没过，是吧？虽然在这个地方有支撑，但是这儿还没过。那所以说我们大家这个在这里边呢，乡村振兴这个板块当中，大家还是要什么？要是快点，对吧？你看像中百在这个地方，因为它什么有资金进场这个地方，说中百啊，中百也可以，大家看看哈，也可以。只不过今天吸水吸的哈，这个筹码拿的不算太稳，我们等回踩好不好？那它该踩不踩？是这边强，还有什么6003
三五四，那在哪儿呢？60354应该是在昨天，我就看到了，我就想与大家来做交流。昨天的时候，因为昨天什么呢？昨天我在比大解盘啊，等我看到的时候，什么？他已经转拉起来了，所以说就没与大家来做交流，啊，没与大家来做交流。但是今天我看什么呢？我一看啊，他昨天一个单枪他是干嘛的？单枪他是加涨量缩的，对不对？现在一开盘啊，开盘很好冲击，所以说他一开盘这个地方就跟大家做交流，那结果呢，他就封死了，对不对？就封死了。这个庄什么的，让大家是找高涨，是找高涨。这个地方高涨干嘛呢？它是触及多峰的一个地方，大家看是触及多峰的一个地方。那这天就是过峰了，对吧？那这天就是保顶了。那既然过峰保顶，应该是昨天我们大家应该一个跳空，大家应该是第一时间大家来跟上，对不对？应该是最好的买点是昨天，是吧？那今天开盘应该是高抛，而不是今天来买。今天买就有点嘛被动了，今天。所以说我们要么买阴卖阳，买阴卖阳，好不好？啊，再一个什么呢？再一个是白天鹅。啊，白天鹅是前期供销社的一个龙头，对不对？你看1234567891011，啊，11只白天鹅，它反抽啊，它回踩，不过嘛，不破这一段的上三也是围墙，这是在反复，在这点啊，干嘛呢？反复用涨停板吸引散户跟风，庄家们在这儿是它没法出逃，在这儿没法出逃。他只有嘛不断的用涨停板吸引散户跟风，然后把筹码倒出来之后，他砰再下来。所以说我们不要被这个天鹅美丽的白天鹅所吸引，好不好啊？不要被美丽的白天鹅所吸引哈。我们大家只可以做风向标而已，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适合我们量学的三线规矩。你在这一点获利丰富时候，在这不断用涨停板吸引散户跟风，是不是？对不对？我们可以验证一下啊，可以验证一下。再一个什么呢？再一个00215050，这是近短时间的一个腰，既然是腰，我们只有目送它，大家而不应该在这个地方。大家看，不是说三一吗？啊，说三一加涨量，说是主力还择机做多，那位置决定性质。那老师跟我们讲，位置决定性质，高位的啊，你缩量没有，再没有资金上，那它嘛，哎，它就要跌了，好不好？所以说大家呢，乡村里面一个老龙头，一个新龙头。大家不要被他们所吸引，要么他们只是风向标，如果他们不是 A 次下来的跌下来的，那我们就看中百和谁杜王，他俩能不能明天再来一个吧，好吧？但是如果明天通润和谁呢，和天鹅两个人 A 次行了，这两个大家要注意，就要注意，好不好？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跨境电商，对不对？跨境电商同样如此，大家看也是过多峰的地方，过了这个峰，过了这个峰，那现在还没过这个峰，是过了这个凹峰，过了多峰，过了多凹峰，但是没过这个左峰这个地方，是没过这左峰这个地方啊。那现在还是加涨量缩的，那大家也可以看看那里面是个股呢，同样如此，都在什么？都在这个新零售板块当中，其实他们一个分支，对不对？再一个，大家要看一下今天大家看啊，咱们不说了，这个新零售。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服饰，对，我们不说了。那我们说说谁呢？我们说说仓。